感觉怎么样？啊？嗯？那你弟弟占地下来尝一下。我觉得挺好吃，我来之前我就吃了三个了。叫你弟弟。嗯？啊？叫你弟弟。他在哪？你弟弟有女朋友了吗？啊？你弟弟有女朋友了吗？有了，他准备呀。准备去约会。是不？可以了，我准备，捂了你，你捂了你。睡觉。对了，睡觉。你还没有吃饭吗？嗯。还没有吃饭就睡觉？我看才呀，上班。我怕你饿了，给你做这个。你俩没了姐。下班回家。下班回家，去夹镜了姐，镜格啊，你夹镜啊。夹镜啊。嗯。做眼镜。睡眼镜。做眼镜。睡眼镜。去镜馆，杭州呀。给夹镜镜妹。哦。要配一个新眼镜。嗯。收到了，先走呢。嗯。你造了什么？这个有点乱，下次我来，老师来给你收拾好了。你说什么？冷烧腿上穿，冷杀谁冷带的。哈哈哈！但这个要搬行哦。那啦，它才叫，准备đồ，那啦，xong nó sẽ bị bừa。明白。ăn một cái nữa。Nó hơi mặn một tí cơm. Nhưng mà ăn với cơm thì sẽ rất là ngon. Không có cơm, thì quen rồi. Cho mang cơm. Không sao. Vì người Ngô Hoa người ta chỉ ăn là ăn cái này. Và uống bia nữa. Trung nhà có giảng không? Vâng. Trung nhà có giảng không?出现个病机。还没来。不是这样啊。还没来你哦。违法关。嗯。你打算做什么？我说太累了。我说礼拜天你要有空，我们一起去外面玩吗？去文庙。是文庙，文庙。文庙啊？文庙，这是庙。的文庙，郭德山。郭德山文庙。嗯。文庙国子监。什么？文庙国子监。啊。搞得空。没有空。哪个山？哪天有空？我们俩工作呢。真的，我准备呀，雷小姐，找老公。真的，你不是说要在河内先买房子再结婚吗？我是不是感觉太累了？我忘了，em lừa hả？那你找到了没？没有。嗯。老师，你介绍一个好吗？嗯。老师，你介绍一个。giới thiệu。他giới thiệu啊？啊。哎，他帅哥吗？很多钱吗？说假的。他在这哪吗？在台湾。嗯。不疼。啊？不。不愿意去。台湾工资很高。他热疼啊。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啊？嗯。做工程的，给多。挺漂亮。嗯。对吧？俺媳妇生活比南方好。他可以来越南。嗯。
真的。多少岁？40左右。嗯？没。你要找多大的？34岁啊，83岁。不，你要找多大的吗？什么 ？Emily Bonny 对。23岁啊？23岁。28太年轻了。18。还当28吗？嗯，28。28哪里有很多钱？28人家刚毕业，还工作，还刚工作，哪里赚到很多钱？那是啊，30岁。嗯，35左右可以吗？我不想找老公，不是，然后我来交给你呢。不想找老公？啊，对呀、啊，是正确的，这样说。不想找老公。嗯。那想找什么？嗯。想找什么？空调。公你这么闷你老安把他闷的结婚吗？结婚啊。嗯。嗨，咋了？结婚咋了？你要多了解了解。哎，我结婚了。你这样的工作肯定了，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又工作，很累。又睡觉了，肯定没有意思了。你找一个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可以经常带你转转去玩玩，心情自然好嘛，对不对？合理了点，合理。对，合理了，合理吗？哦，对啊、真的吗？那当然了。我很厉害呀、啊！你才知道，你要知道，在医生的话，如果做医生，在台湾一个月可以赢得扎等那么一次有么糖一年。那么等下我们到边来。对啊，是在台湾。那越南这里肯定没那么多，没事再拿一个吃好了。有好几个朋友啊，让我给他们介绍的。他们很喜欢越南女孩。嗯，给你呀、啊，礼物。还有这个啊。这个。哎呦，谢谢。啊，那特产贵州好了的。我家的特产，我家的家乡的特产啊，家乡的特产大伞呢？哦，特产。朋友们看一下，这是阿庄给我带的他们家乡的特产。给你给我们的家乡，河静省，越南河静省的特产，感觉里边像饼哦，一层一层的，嗯、好吃吗？很好吃。谢谢阿庄。没关系。下回，因为这两天我在做，过两天我遇到一个合适的，介绍给你啊。大概35岁左右的，因为你看，如果读大学对吧？大学毕业都23、24了，抵了没呢？没停的点。OK， 差不多35左右，这个时候才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嘛，独立的，好吧、嗯、，OK。嗯